那么实际上现在6.56里面，黑皇因为被削了，用一次少一秒，最低降到5秒。这个很多人也是可能黑皇不那么早出了，就可能留着晚一点，或者是用的时候也比较节省了。不像以前黑皇10秒真的也够进来杀大杀四方了，在真三里面更变态，真三里面黑皇25秒哈，我记得是25秒。你像20秒什么概念啊？那真的是追着别人跑半个屏幕都没事儿。所以真三的平衡性，这个玄武这么牛逼，当然我们说。肯定有25秒牛逼，还有比他更牛逼的东西啊！还有退魔零 CD 是吧？追着人一直减速，这放完减速效果没了再减速，而且最贱的是可以充能是吧？充能量，减完速再充点能量，再买点这个电池放进去继续来。啊，这个有点像地精那个地精电池，这边又是先知又是悲剧啊！先知你这个腿短，天天乱跑，啊，没出过家门。嘲讽住人马，但是没有人跟过来呀。好，黑皇的露娜这个大放的很嗨，不过照的人好像贫血，哎呀，直接倒了老大。这边又是 A 死，大飞打 King Spray Triple Q 啊，直接杀光。然后呢，五个人排队打肉山，哎，这是何等爽的！只剩了一个斧王，斧王第一个跳进去嘲讽，把队友都带进去，最后自己跑出来了。你这个作孽不浅呀，都是你一个很龌龊的跳。你跳明显队友赶不上了，你就飞过去，你玩天籁飞仙你嗨了，那队友送了。哎，这个就好像比如说一个女的跟一波警察是吧，她这个女的是便衣警察，说咱们去这个做便衣抓一些坏人啊，结果看到坏人比这边多 N 倍啊，还是主动跳过去诱惑别人，结果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啊。那人马不会被肉山打死吧老大，往后走啊！哎呦！半人马获得了不朽盾，跳走。这个不朽盾现在能不能转移啊？现在不朽盾应该是绑定的了，我记得不能转移。但是据说有个 bug 是把这个盾放下来，就是在肉山快复活的时候把这个盾放下来，可能会有些问题，不拿走。啊，日航不拿走，这个 bug 我没有测试啊，我都是无责任推测。嗯，有人跟我说的，我也没去测试。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测试一下。但我觉得这个 bug 也是不影响平行，而且这种 bug 在比赛里面也会被发现。而且呢，这个 bug 在 pub 里面的用处也不是很大，不过一个不朽盾而已嘛，是吧？又不是给你10块钱。好了，我们接着看比赛，39分钟。啊，比分是16-24，金美方落后8分。刚才那波天方打得非常潇洒，看到老大装备，这个还是这个样子啊。他的杖好了没？空明杖又好了一根，还差一根。这个先知是什么装备了？看他 DPS 的很牛逼啊！哎，极限法球要出羊刀了吗？难道意识到自己没什么用了？哎，这个变得好像是个冒火的狐狸啊，刚才好像是冒火小老鼠，发现雷娜被变的效果不太一样，因为它附加了一个就是身上着火的嘛，可能在变羊之后也能继续附加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美观。嗯，这在自己野区都开始吃，这都开始隐身了，神经质了。好，雷昂悲剧了，差两个，这凑巧啊，这踩住抽蓝，这边直接双刃剑干掉，这边 PR 也倒了，两个人都死了。为什么总是这样子呢？嗯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你们一个跟一个的送死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穿云箭啊？穿到一个人好像是，没穿到多少人。雷娜有跳刀啊，所以说 WR 也不敢太嚣张，你嚣张不好就被跳来晕死了。别人压着过来，我们看中路。这个外塔能不能守得住？来把别人野区蹂躏一番。嗯，这个位置埋伏的挺不错。看一下这个站位啊，团战这一波杀斧王吗？哎，斧王跳走了，插起。哎，人马好像跳到树里面出不来了啊、哦！出来了，还好有个口啊。这边一剑，
哎，这个露娜上去清兵去了，不打了，不推了。其实点击手应该先知的，没和护腕直接是憋着大剑啊。那他要敏捷要蓝也不大，他蓝也没必要用挂剑来撑啊，那样也挺亏的。像这个 Leon 接近法球三挂剑， Leon 一般来说不会缺蓝吧？我觉得 Leon 出这个装备不是很适合，我见过 Leon 至今没有出三个挂剑的，我觉得三护腕就够了。因为首先你有接近法球撑蓝，第二你可以抽蓝啊，第三你有命把蓝放完吗？我没见到几个 Leon 团战的时候能把1200的蓝放光，那你得插多少下，对面要被插多痛苦啊。 Leon 你插那么近还能放光，对不对？跳过来，但是还没跳就被扬住了，悲剧了，直接被射死。好，倒了。咱这边标一个，看一下斧王。这边开了一个大露娜，照继续照 ，PL 血 ，PL 被大根直接射死。这边继续 NA 过来插起，插起雷昂。这边喝药 A 一下，抽蓝标一下再 A， 倒了。那么金卫方的一次 push 再次宣告失败。斧王吃个双。这边应该快了，现在比分是16-28，落后12分了。那么露娜的发育也是很不错啊，反观这边的 WR 就那样子，只能说是一般一般啊。哎，开了这个脚底抹油跑了。但这招用来干可意义不是很大，有点像阳痿光环这个主动版，可以把别人减速然后给自己加速。所以说你赶过去减别人速，你除非追别人吧，你这个血量过去为了减速而飞过去，那基本上是绝对被人 K 到死啊，被人 K 到死。16-28，天方四个人扎堆打野啊，露娜一个人线上打钱。这边有一个小蓝点往边野区钻，是谁呢？谁胆子这么大？别人的野区看一下，是悲剧男吗？啊，不是悲剧男，悲剧男是先知啊。这边 NA 过来，飞速过来爆局 ，A 一下插起，抽蓝，好，一个大定住。这边跳踩标抽蓝大甩，哦哟，看到帕克被打得很惨啊，哦哟，错一眼就斩出来了。这如果这下再躲的话，刚才下路也杀了一个人，不过这个人头漏的很正常。刚才如果是真斩出来了，那个 AA 那一线没有效果的话，估计就要经典了，经典。44分钟，好了，我们继续来看比赛。天方怎么四个人都跑温泉里了？干什么呢？这个？买什么装备？跳刀镇魂石要出了，看帕克的装备也是羊刀快了 ，NA 的装备飞鞋好了，果然正应了我说那句话，要用飞鞋加这个 V 的，就是飞鞋 Shift 加 V 这种方法啊来恶心别人。那可能主要是飞鞋作用机理没有变化，而 TP 作用机理变化了。